你那做啥物啊？无啦，迄蜘蛛侠是你的看护呢，我是你的主治大夫啊，我当然要进入你的情况，啊，你的心理层面伫倒位，我来了解，我毋才会当替你治疗啊。你先治疗你家己啦。阿公，阿公，莫阁冤家啊，我要上班啊。落去睡觉。落去睡觉。你莫和我讲话啦，看电视，乖。 郑群，郑群可以上班啊！郑群，郑群，哦，迄名字哦，愈叫煞愈少字呢。两字郑群，我甲你教啦，你规气哦叫一字哦，安尼较亲切啦。你叫伊陈，叫我风，啊，阮两个叫做乘风破浪，安尼好不好？ 你小安啊，你今日看起来甲无啥共款呢。 哦，妖气作动的，我被吹开。阿公，你是安那每一个拢要安尼讲话？我一点点，吼、哦，乖。小安啊，啊，你就知影，开始讲话吼，有当时啊就是安尼。你莫肯定欣赏伊的意思是讲吼，你阿囝你总画起来足水的。无水，我是讲伊吼。 迄份哦，搞到遐尼高，胭脂阁抹到遐尼红，一定有目的。对，感觉阮都较擅长，我着连化妆的资格拢无啊。毋是，你无感觉？逐摆吼，迄郑群若是出差转来吼，伊着特别化妆呢，一定有目的个啦。我哪有啥物目的啊？啊，你着有？一点点吼。小安啊，你着知影讲，开始就迄个嘴啊。 爱食个爱提，伊吼，第一后边乱讲话。我无后边讲哦，我讲啥物话吼，拢经过你，你的头啊，你的头直接，我拢经过你的头讲话哦，我是你保护你，甲郑群啊。妹，我无需要你的保护。阿姑，真明显，阿公自头到尾就足讨厌我的，看袂起我，想要甲我赶走。不要紧，我甘愿顺伊的意，嘛不爱让伊安尼捂着，我即马。 就去卸妆，然后把行李款。等下，小安啊，你即马是伫创啥啦？你敢有需要遮尔啊冲动？啊，不是咧，我真正无法度接受有人安尼看待我。哎，小安啊，小安啊，你莫哭，莫哭呀！我跟你讲啊，伊若是吼离开哦，这家伙哦，就天塌太平啊啦，太平你也逃啦！ 再次话头，算我拜托你好不好？平常时你要安怎对待我，安怎创治我，我拢袂要紧，迄是因为我是查甫人。啊，不过小安是一个查甫囡仔呢，你拄则讲遐话去伤害着伊，你知无？恁两个遮糊涂啦！咱两个吼，都拢讲讲好啊，你的脚中有我的头，啊我的头壳吼有你的脚，啊咱两个连做伙，拢袂分开啊，你应该愈来愈巧，你应该愈来愈戆啦，你。 就是因为我伤脚，有你的头，你的空腔头，我这愈来愈戆。哦，你安尼讲话真无卫生，你嘛不要开讲，不要开讲，咱就卖开讲，吼，拄好，我有时间，然后我想一个，发展呢，要安怎按达小安？免啦，搞操烦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甲你求助，我若输你吼，来，这包拢互你食，免，迄包你家己留咧食，上好，食个结实。真哦。 我跟你讲，免烦恼啦，伊无遐尼简单走啦，你要给留哦，伊会留啦，你无要给留哦，伊赶快要留啦，无遐尼简单。拜托你好不好？你只要一分钟莫讲话好不好？你好好想一下。你有讲呢，嗯。
啦。阿姑，这段时间多谢你的照顾，虽然讲时间真短，阿姑。把行李放落来。阿姑，哦，你遐乱来，我嘛要来啊，我叫自己就好。你点点。小安，你之前不是捌甲我讲过，你讲你甲我当作是朋友，啊，既然是朋友，你安尼一生气就走去，安尼敢对？我听我的话，你嘛真清楚，迄柯医师的精神状况无好啊。你若是甲伊认真哦，就真正是为难你家己。甲行李放落来，继续留落来。从今以后，莫阁讲要走，有听到无？啊！好、哦，我看到我要吐血啊！我这要昏去啊！我实在哦挡袂住，哎，你这咧先讲都讲袂听咧！我看哦，你是两支脚哦，夹一个箭头啦！我要来困啦，我插你啊！我扳到插你。好，拜托你紧去困，吼、哦！你倒落就莫阁起来啊！嗯，阿伯，我要真正和你吵死，莫开计较啊！这热，热死啊！郑权，你要出去啊？是啊，我刚把你请我去慈善晚会，我一定要来换衫，我想出来。哎，郑权，我有一个物件要行李。郑权，你送我迄个口红。我已经开过啊，所以我就去买一个新的来行李。多谢你送我礼物，按过我袂当收。这个口红是不是有啥问题啊？无你想要行我？无问题啦，啊，只是因为我的工课无适合打扮甲收水啊。因为这个口红的色水收红啊，会让人怀疑我的专业。所以你还是提起送给你的女朋友就好啦。是谁跟你讲的啊？我阿姑。阿姑常常鼓励我，伊常常跟我讲，查某囡仔就应该要趁青春，好好把握，好好打扮。那你是阮妈？无啦，头家娘无安尼讲。不是阮妈，嘛不是阿姑，那你应该就是阮阿公吼。郑权，你莫阁问啊啦！阿公已经足讨厌我啊，我安尼好亲像伫咧讲伊个歹话咁款。是的啦，阮阿公伊哦，老人囡仔性啊，这方面你可能要靠耐心嘞，莫甲伊计较啦。我相信过一阵啊，伊也是了解你个性啊，伊就袂甲你计较遐济啊。这个口红哦，你来收来。我想出来。哎，郑姐，你的尼姑带跟那歪歪呢，我替你调正一下。啊，多谢。这有一个线头。我加刀，那不？多谢你啊，我想出来啊。嘉兴啊，对郑权的下迷幻药呢，可你后壁讲我歹话，我若是无哦，
叫伊献出原形哦，我就不是包公。啊，你本来就不是包公，你是包啊。嘿，哦，你哪呢？神出鬼没，我惊死你了。嘿，成，嘿，拜托姐，你别来给我叫了。规头家拢是我的家母陪啊！你弟弟今仔日甲你叫你就无要紧，你甲我讲，我跟你讲，我找着证据啊！什么证据啦？迄个哦，唔也是弟弟家哦，伊嘛是好你家。我跟你讲，好啊，你莫再讲啊！秘书，再次华佗，算我拜托你好不好？啊，早起真无简单吼，你强要甲伊逼走，我是辛辛苦苦甲伊留落来啦。你莫阁处处针对伊讲伊歹话啊！啊，若无，我真够清楚，以后我袂甲你做朋友。啊，迄啥物惊吓疗法，我嘛袂配合你啊！哇，煞煞去，煞煞去！你吼妖气起了伤侪啦！你头壳吼已经烧到啊啦，袂甲你讲啊！你头壳才烧到，我才面头甲你讲，我要来啉水啊！哦，你去，你去，你！哇，实在吼笑！大海啊，这几间厝吼风水实在真无好啦，迄老的少年的，拢拄着迄落烂桃花，实在。阿公，你讲食去拄着烂桃花啦？哦，恩人，你等来拄好，紧带我来去找菲菲，我物件要我看。哦，我才拄转来呢。拄转来是安怎啦？这代志无解决哦，你回家伙哦，以后恁拢免转来啦。行行行行行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啊，正权，你转来啊？我来，我来。阿姑伫咧内面啊，啊对啊，正权，你就该啉珍珠奶茶对哇？等下你得当啉啊哦。你要不等下啉哦？无用的啦，我妈若是知影哦，一定就生气的。嗯，阿英奶怎样讲？卖让你妈妈知影就好啊。对你真正足失望的，我唔知影原来你叫嚣这礼拜。你若真正这样无胆无要紧啊，带物件买回来哦。你就伫边仔看，看阮食就好啊。小安啊，咱拄才讲过，等下要买啥物物件转来食？哦，咸酥鸡、肉丸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。这物件都袂当剩零碎咯。我甲你讲，今日恁妈妈甲恁爸爸要去应酬，袂正伊早就转来，咱自由啊！男主角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嘛好，我要参加猎猫神行动啦。啊对啦，那于飞吼叫我们当啉迄上甜的啦，伊讲啉上甜的对身体哦产生慢性发炎。我教过哦，啉无糖就好啊。哎，郭小姐，想袂到看起来遐尼啊少年，结果参照阿桑遐尼啊啰嗦。啊，郑群，你的身材遐尼啊好，应该是免减肥才对啊。哎呦，你误会这意思啊！虽然郑群跟于飞还未结婚，啊，唔讲哦，这郑群就是人哋讲的迄妻管严的代表。当然。啊，郭小姐安尼做虽然是为你好，啊，唔过敢会对你太过限制啊？我是感觉你若是想要做啥就去做，无需要管遐尼啊济啊。伊是陪我经过生死关头的人啊，要破病时阵，我痛苦。伊上了解啊，伊对我不离不弃啊，就算阮嘛无互伊好面色看过啊，只不过伊从来毋捌怨叹过啊，所以讲的话我定来听。郭小姐伊真正足幸福诶。嘿，好啊好啊，伫遮开讲拢无时间啊，紧去买啊啦啊。哦，头头蔡文琪讲伊等下要去邮局啦，讲等下会当替咱买。安尼咁好啊。伊敢知影这是咱私底下秘密啊？阿姑，你放心啦，我有甲伊交代啊，伊袂讲的。郑全，你有要紧无？我看起来敢若足忝的。无啦，昨日困的时阵，敢若有小可落枕。哦，那无我替你抓抓。唔免啦，下面我专属按摩师就来啊。啊，不过我抓甲足好的哦，那无你问阿姑。还是袂歹哦，啊，我相信啦，要唔过这吼高花专属按摩师就好啦。啊，不过你无试过，哪会知影啥个技术较好啊？是啊，你互相试看卖，你的专属按摩师啊，唔知影啥物时阵才会来。歹势呢。来啦，加着无？
阿公，你等来。好，我听到啊，你听到，你听到啊，你听到啊，你听到啊。对啦。菲菲，紧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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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你嘛看到，伊这蜘蛛精，你对咱政权啊卡来手来哦，有看无？嗯。哎呦，是要咧卡来手来，你咧黑白讲啥啦？嗯，迄是因为拄则政权伊讲吼，阳光无爽快，啊，拄好小安爷晓抓抓，所以就替政权抓抓的。啊？什么抓抓的？因拢是先抓抓的。 然后哦，佮摸一摸啦，啊，再来就是哦，呼一呼，最后哦，就是清一清，啊，人就叫伊食去。哦，你真正愈讲愈笑，哎，阿公，饭会当我袂乱食，伊毋过话袂当我袂乱讲啦。阮真啥物拢无，你安尼讲，油费误会呢？我不管啦，我要来举迄啰，电蚊拍哦，拍一只蜘蛛精啦，那是无效哦，饲迄水鸡哦，去夹。阿公，你是安那拢要讲我是蜘蛛精啊？ 我系替政权抓人，迄是因为我看伊无爽快，想要关心伊。因为政权平常时嘛，就关心我呀。伊去出差，隔壁礼物送我呢。啊，哎、欸，政权啊，啊你买礼物送伊，无礼物送阿公哦，啊你无公平哦。阿公那有啦，我送的礼物拢放冰箱内面啊。你千万唔通误会哦。嗯。是啊，高小姐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哦。 那无，我甲郑群住做伙，安尼我也唔知要安怎才好。哎、欸，小芬啊，哦，你敢讲一句啊啦？拄讲安尼越描越黑，你知无？啊，我看安尼啦，等哦，分两个人好我讲一下啦。啊，规组啊拢你啦，行行，咱来内面。我来走。行，分讲一下。哼，行啦，去。哎呦，我哪有可能以为安尼就食醋生气啦？ 哦，你真正我一点仔都无了解我的个性。啊？是啊。喂，无你，哦，你是咧讲啥？我拢听无咧。哼、嗯，是奇怪咧。嗯。水。高小姐，所以你拄则伫创啥物啊？吼、哦，你真正愈来愈好大胆哦。无要紧，原本我阁想讲哦，等有好料要分你食，怎啊袂啊？像。 咸酥鸡啊，臭豆腐啊，啊个有，咸酥鸡、臭豆腐，啊，这种违禁品，哪会当要倒来吃？我嘛去应酬无伫厝咧，很早过招啊，参加冒险行动咧，啊，想要讲恁两个哦，就倒来啊。哦，无怪哦，你拄则边看起有淡薄仔心虚哦。诶，菲菲啊，你头壳无清楚是嘛？你拄则明明甲我讲，你要倒来甲因掠包。 要等下，给蜘蛛精好看呀、啊！你袂记哦？哎呦，阿公，我对于飞老师一心一意，啊，就算做啥事，啊，真正什么蜘蛛精、白骨精，还是什么人鱼公主、铁扇公主，我的态度拢袂改变啦！啊，你别讲遐多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无亲像哦，飞飞遐尼讲啦，互你骗去啦，我是包公呢，哦，是因为代志拢袂躲过我的目睭啦，我甲你讲，来呢，我遮吼有迄蜘蛛精吼，迷惑正确的。 禁锢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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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等你用妖术咯，吼，你看，别别迷惑政权，有看无？你有看无？有看无？鬼叔啊！嗯，你哪会这样你走人哈？你无经过别人的同意，就给人翕相，这叫做偷拍，这是犯法的，这伤过超过啊啦！什么偷拍？嘿，这金宝根在这收着相片呢，你无乱讲话啦！什么金宝根？嗯，哎，你调解一下，这相片还是搞大问题。 代志绝对不是伊所想的。胡说！你还敢狡辩？嗯，甭管问你，是安怎蜘蛛精改头坑的形卡？你创啥？你讲，讲，你讲。阿公，我拜托你，莫给我白乱讲我阿无。我甲伊真正无安怎啊？嗯，佮嗯嗯。想袂到阿公竟然有偷翕相。啊，毋过伊安尼坐倒较好，上好互高宇飞误会，我甲郑群真正完了。高小姐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哦，绝对唔是阿公。 唔是阿公讲个安尼，你到底想要对郑群创啥？其实这张相片都翕着啊。哼哼，啊，哼。周小姐，佮伊个头放伫郑群胸口，迄是因为伊想要佮迄个煞割掉，啊，可能是因为无加多的关系啦。哈，啊，我讲你是包公，我看你是包啊啦。 哦，啊，唔着家仔，迄少年人哦，目睭较好。啊，若无，小安真正，互你白白无，你敢学啊？哦，这少年人目睭真歹，我哎。欸
是蜘蛛精，你吐死你看无？你讲伊在假山，你是太个歹气了啦！好啦，我连讲吼，等蜘蛛吼，你生卵的时候，我翕伊的相片，你看，啊，恁就不会讲啊吼。咩？生卵哦。阿公，你是不是喜欢看到阮两个人冤家啊？好、哦，我是你为何你敢批评两个人感情俩？这是哦，混沌不清啦！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啦！刚刚我包括这人清醒俩，好实在悲哀，悲哀，悲哀，真悲哀！阿公，我相信你是一个真清醒的好官。嗯，不过这个我干阿上三个，想太多。嗯，哎呀，我两个人感情哪有可能遐尼简单就出现问题？我两个人做经过遐尼侪风风雨雨呢，你这个世间啊，无人比较重要。包公的话哦，你拢唔听啦，干阿要听阿蜘蛛精的话啦。我跟你讲啦，恁会后悔啦，一定会后悔。两棍无爽快啊，我替你抓抓。好啊，抓抓。哦，不要在那边放闪，好不好？哦，拜托，轻一轻。